民进党嘉义县长初选已经伫咧三月初登场，参选人翁正良是趁着农历过年期间合约太太刘丽英伫咧嘉义县各大庙宇来发送着小英总统幸福共好的红包福袋，并将排队小姐要来设处场面，会当讲是闹热又个盛大。民进党嘉义县长初选参选人翁正良翁仔某过年期间，甲立委陈明文倡议等地方人士的陪同之下，前往山区、环路、德佳、民雄、溪口、大拿、卫生、新港，发送总统蔡英文幸福共贺红包福袋，各庙宇头前民众排队排真长，摕到翁正良红包的大小朋友拢非常的欢喜，也搁特别伫咧各庙宇过路祈求金狗年会当旺财旺福、平安健康。在民进党的县长初选，哎，让我顺利过关，来替嘉义县的县民来服务。翁正良春节山区发红包福袋行程，前往新港奉天宫、新港六星宫、环路积分寺、德佳进步庙、民雄大树家庙、梅山太平三官宫、梅山玉溪宫、梅山禅林寺、溪口天台殿、溪口北极殿、大拿安下宫，总共十一间庙宇，在地方人士的陪同之下，喜气洋洋，非常闹热。尤其民雄乡长何家兴、德佳农会总干事林炳吉发送印有旺旺年发财，翁正良文宣开信，在炎热的天气之下，非常的抢手。最新新闻，柯亚红，嘉义县采访报道。